防汛形势严峻，整治农村山塘确遇难题。钱呢？啊，钱嘛很难搞，这是在我们最大的经济。政府投钱，村镇配套，除险加固之后，仍需努力。到时候这个泥门出高，又是以后会白白走，白白行，花了国家的钱是白白走。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沪深股市今天仍然没有出现反弹。报告显示，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脆弱。在珠三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融资难的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雨。今天我们继续防汛进行时系列报道。浙江温州市背靠山区，面朝大海，全市遍布大小河网，总长度达到18708公里。丰富的水资源保证了温州经济的发展，但是降水量在时空分布上的布局又让温州面临沉重的防汛抗洪压力。每年汛期，海上的台风和山区的暴雨都在考验着这里的水利设施。今年入汛前后，我们的记者历时半个月，行程上千公里，对温州、永嘉、苍南等地的防汛备汛进行了调查，一起来看看。4月8日起，我是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连雨天气，降雨创建站以来历史同期的降雨的记录。从4月1号到26号，就是今天早上8点。我们温州市的面平均雨量234.2，比这个以前我们整个4月份的这个同期的话，多年平均是155.2，偏多了有5成多。7到10月期间呢，温州沿海可能出现1到2次灾害性风暴潮过程，其中8月中旬到9月有1次1到2次强度大雨长年。4月26号，温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会议室里，一场气象水文形势会商会正在举行。4月以来，温州市连续阴雨天气已经达到19天，降水量达到234毫米，比历年同期增加了51%。严峻的防汛形势让会议的气氛显得有几分凝重。大家可以看我们这张图，这个蓝柱代表的是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1到4月份的降雨情况，红柱代表的是历年同期的这个降雨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我们温州所有县市区的这个降雨的对比，所有的县市区都超过了历年同期，而且超的幅度都比较大。温州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导致台风洪涝灾害频发，并且灾害类型多样。温州市这个整个的防汛工作特点就是防范的重点非常的齐全，非常的多，整个防疫的战线会拉得非常长。黄凡介绍说，温州防汛防台分为海上、沿海、内陆、山区4个层次，防范重点多，覆盖范围广。而且我们整个温州可以看得出来，山区非常多，山区就意味着我们山区里面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也非常的多啊，所以这个整个温州的地形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造成灾害的这种地形。据统计，1949年至1999年50年间，台风登陆温州共9次。近些年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2000年至2015年15年间，台风登陆温州就达6次，登陆频率不断加剧，财产损失逐年攀升。针对这种比较不利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今年这个整个防汛准备工作就是立足一个早，一个早，我们这个部署的非常的早。这个市委市政府先后2次进行了这个专门的部署，前面已经这个发现了大概有全市大概有300多处的安全隐患，到目前为止已经这个完成整改大约接近一半啊，下来的话要在7月15号以前，主星期以前要全面完成整改。山地多，台风多，特殊的环境造成温州山洪灾害多发易发，对农村山塘的安全威胁非常大。为此，近些年浙江省温州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塘固防的政策措施，不断加大资金人力投入。12五期间共投入1.74亿元，对312座并险山塘进行了综合整治。但由于历史欠账太多，温州全市2698座山塘中，仍有10%约200多座山塘的病情险情尚未根除。他们每逢汛期都会成为当地水利部门的重点巡查对象。
4月27号，记者跟随温州永嘉县水利局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南城街道外山村的山塘，见到了这里的管理员尤良光。我们这个山塘是1972年建的哦，从72年开始到现在，就是2015年10月份出现这水库脚路里有点泥土塌下来漏水。外山山塘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面积0.38平方公里，总库容2.15万立方米，灌溉着100多亩农田。但由于当时受财力技术条件限制，山塘主体为土坝，设计防洪标准比较低。2012年，山塘的腹坝因为老化失修发生垮塌，尽管水利部门当年就进行了修缮，但时隔3年之后，2015年，外山山塘又出现了主坝坝基渗漏、涵管老化淤塞等现象，已经被列入了并险山塘。这个下面住的这么多人，这靠近步道街10米就是房屋。都是老人住在里面，到时候塌下来不安全，救人也没有时间救了。这样地形的山塘被当地水利部门叫做屋顶山塘，主坝下面10几米远便是村民的住宅，全村500多人头上悬着一盆水，如果这里出现了危险，外山村就会遭遇一场灭顶之灾。对这种险情，水利部门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提前把山塘排干，白白损失掉水资源也不能冒风险。对于像这种类型的山塘哦，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村民在进入汛期以后啊，要把这个库区的水啊全部把它排干。第二个呢就是像前面的一些有些有排水渠啊、引水渠引进来的一些山塘呢，我们首先要把引水的渠道啊给它截断，然后把一些引水的这个水流啊，就是通过溢洪道给它排泄走。永嘉县全县境内共有山塘844座，大都建于1958年至1980年这段时间，挑土筑坝靠农民义务工投入劳动力，只有技工能获得部分国家补贴，建一座山塘资金只有几百元。实行土地承包制改革之后，山塘归属根据属地原则来划定，管理责任也划分到各乡镇行政村，具体落实到乡镇长或者村委会主任身上。但乡镇和行政村大多没有专项资金来源，近30年来很多山塘除了小修小补，很难进行系统的整治维护。这种因为这个大修大整治的话有大批资金的投入原来解决呢就是资金困难，所以是小修小补。乡镇村拿不出修理山塘的钱，但防汛的安全红线却不能失守，两难的局面最后都转化成了基层水利部门的压力。我们永嘉县总共山塘有844个山塘，1万方以上的有224座这个2009年开始我们对山塘进行综合整治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整治了98座现在呢还有88座山塘还有需要整治，这个需要整治这个资金是很大的。金建宙介绍说，永嘉县虽然在温州并不算富裕，但现在每年财政投入山塘整治的资金都在1500万元以上，预计“十三五”结束后，永嘉县将累计完成近170座山塘的综合整治，实现将山塘并险率控制在3%的总体目标。县级财政投入了大头，但这并不意味着山塘整治就能一帆风顺。出现并险的外山山塘已经被列入永嘉县山塘整治计划，现在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可这件振奋人心的好事儿，却让外山村村支部书记尤长虫一筹莫展。我们这个芭蕉这里的树木全部要砍掉，那个地啊，这个树啊都是私人的，但是呢，说已经说好统一给你砍了，但是要补偿，像我们这个坝呢，最大的困难呢就是那个金子，钱的问题，钱嘛很难搞，这是在我们最大的心病。根据县里的政策，山塘主体工程的建安资金，县政府补贴90%，村里自筹资金解决剩下的10%。按理说，这个费用比例并不高，
但山塘改扩建时占用耕地，青苗补偿、拆迁安置所产生的费用要由村里自己负担。这么算下来，整治外山山塘、外山村需要拿出40-50万元。尤长虫坦言，这个数字对于位于大山深处的贫困村来说很难承担。被配套资金难住的不止外山村一家，永嘉县桥头镇沈岗村村委会主任叶清赞也在为这件事发愁。资金缺口，我们自己要可能累计要160万到170万自己搞起来呀。里面的有6亩地赔偿，我们现在都还没有从村民这些价钱都说好了，就是说赔付现在还没赔付。沈岗村正在修缮自己的石坑山塘，这个山塘给予面积0.87平方公里，总库容3.26万立方米，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由于多年缺乏维护，存在渗漏、结构安全隐患。2015年底动工修复，工程总投入300多万元，预计今年7月底主汛期来临前完工。这个项目国家补助160万元，剩余100多万元由村里自筹，眼瞅着工程就要完工了，可坝内清淤、坝上的道路建设、村民耕地补偿、坡地绿化等一系列资金都还没有落实。本来一件喜事儿，如今变成了让叶清赞着急上火的事儿。我们村里集体村里就没有钱，本来就没有钱。乡镇村担着整修维护山塘的责任，却没有相应的资金和能力，由此带来的错位和脱节，造成了山塘整治修缮工作中最大的阻力，也一直困扰着基层水利部门。根本问题解决很困难，我们碰了好几个村都是这样，最后呢，就是有些工程虽然进展，开工建设了，有些完工了，但是这个村里面欠账资金欠下来的都完成不了，有的欠下来就是10几年都还有。金建宙告诉记者，解决这一问题，需在山塘整治项目立项时有更全面的考虑。各级这个财政补助资金力度大一点，也包括这个工程的建设的资金、政策处理方面的费用。还有一个有其他，比如说是上坝道路这些建设的话，资金也补助，这一个也要立进去。虽然温州市在12五期间投入了1.74亿元，完成了312座并险山塘的除险加固，为农村安全度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围绕山塘的管护，基层村镇还是存在着很多具体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不能真正突破当中的难点，即使山塘经过了整治，后续仍然会遇到新的困扰。我们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这儿就是南山头村的大蓝山塘，是中央财政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项目，2013年6月刚刚竣工。然而就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漏水的现象。漏水的部分出现在主坝外侧右下角的位置。在这个山塘的坝角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不断的有水在渗出，在往出流，不是这个呢，就是脱落下来的水泥块，沿着这边都是，一直到这边，整个这一条线上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往出渗水。那这个地方有点怎么出现漏水了呢？这是当时这个里面那个浆就没有弄好。这里面浆就没有弄，是吗？已经多长时间了？就是，哎呀，去年漏了，去年就漏了，去年还少一点，去年没有这么大的水出。大蓝山塘位于温州苍南县桥墩镇南山头村，原建于上世纪50年代，总库容1.35万立方米。2012年，这座山塘被列入除险加固项目。工程总投资35.4万元，于2013年7月完工，2014年1月24日通过验收。你们住在这儿有没有过担心看到这样漏水？这个住在这那都问题都不大，只不过是现在是水族有时候就是灌不满。那会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影响？那肯定有影响啊！有时候天气旱的时候，那肯定就没有水了。
存不上水，就是这个样子。南山头村主要靠种茶为生，天旱时村里上百亩茶园都要依靠大兰山塘灌溉，可眼看着经过修整的山塘现在存不住水，村民们都觉得很可惜。大兰山塘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漏水，会不会造成防汛安全隐患呢？大兰山塘那个漏水的情况，你们这边之前了解过这个情况吗？对，了解过。我们在给它整治加固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就是说有漏水的现象之后，就是从验收标准上面来讲，那样的这个情况符不符合这种验收标准？这是在下游的坝脚外的位置。我们认为是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的。为了进一步说明大兰山塘的漏水原因，水利部门工作人员带着记者再次来到大兰山塘进行实地查看。是你们修这个坝的时候没有发现这里面会有一个这个山泉水的这个出水点吗？有啊。发现了吗？那有没有当时做过处理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坝的下游侧的。下游侧的，它不是在，如果在上游侧的话，我们是会进行引流啊或者其他的我们的措施的。黄瑞敏介绍，这个泉眼是导致大兰山塘漏水的直接原因。在整治这座山塘的时候，主要考虑泉眼位于大坝外侧，认为不会影响坝体安全，所以没有对它进行处理。没想到这几年在泉水冲刷下，漏水部位越来越大。为了防止意外发生，除了山塘管理员不断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之外，县水利部门还专门花钱聘请了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这几年的那个运行，包括我们现在也委托了这个维修养护单位去做那个年度的观测，这个用仪器来观测，那个沉降啊，位移啊，那么提供过来的数据它也比较正常。在县水利局办公室，黄瑞敏给记者拿出了大兰山塘检测报告。从2014年竣工到2015年，他们总共对大兰山塘进行了四次检测。从观测数据来看，包括它的位移、上下游的位移，然后包括它的沉降，那么这个量的数据都在这上面有反映了。一整年过来，数据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一下子起伏很大哦。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看现场看的，那么整个的大坝的一个形状也是非常完好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认为就是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在采访的过程中，黄瑞敏表示，为了确保大兰山塘在汛期的安全，水利部门会及时关注水量变化，交代这个巡查员注意观察。那么就是说有发生大的变化或者什么样子的话，及时汇报，我们再启动应急方案。大兰山塘整治中出现的技术性问题还属于偶然，在温州山区十多天的走访调查中，村民们对山塘整治这项利民工程总体反应还是比较满意。被修复后的山塘对农业生产生活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提高了农村防汛抗灾的能力，但是整治后的山塘仍然需要及时清淤维护，而这又是一道新的难题。是把这个水沟修啊，村民上面呢都啊，哎呀，这个水沟修得好，就是这样子的。到时候这个泥没除掉，又是以后会白白修，花了国家的钱又白修。溧阳山塘位于桥墩镇溧阳村，工程始建于1968年，总库容1.24万立方米，2011年列入整治计划，于2013年6月完工。工程总投资75万元，可修好不久，老潘就发现了山塘里又开始出现了深深的淤泥。哎，那一天水开到我这下去抓几条鱼，抓下去就泥巴就填到这个地方，深的地方就不敢去了。老潘告诉记者，整修之前，溧阳山塘的涵管就常常被淤泥堵塞，旱季的时候山塘的水放不出去，无法灌溉。山塘被淤泥填上，堵住了排水口，抬高了水面，如果遇上强降雨，容易导致漫堤溃坝。4月27号，当地水利部门到溧阳山塘现场进行了查看。那它可能就是会影响整个，比如说灌溉啊、泄洪啊、排涝这一块的，那我们呢马上就会派人员过来测量，
这两的话最多吧，我个人按照个人经验的是就一个月内肯定可以把它处理掉的。黄黄介绍说，苍南县库容量在1万立方米以上的山塘有114座，按照要求每年都应该进行常态化的巡视和清理，但以往村镇一级山塘维护的资金和人员不足，清淤工作进展缓慢，每年苍南县财政都要划拨2-3千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山塘清淤，水利部门也在尝试建立相应制度，保证清淤顺利进行。现在已经出台了一个5年的一个轮梳计划了，接下来是5年检查一次，到一级的程度达到这个标准呢，我们就清理。从政府拨款到5年轮梳，为了保证除险加固后的山塘能够得到切实的维护，发挥防汛抗旱的作用，基层水利部门也想了不少办法。随着今年汛期日益临近，防汛的任务是越来越重，在加紧巡查治理山塘水库的同时，温州各项防汛准备工作进展得如何呢？接着来看记者的调查。我们现在整个的平原防洪排涝能力总体上还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这个很多地方我们温州讲的有十大的涝区都比较容易这个因洪水积涝啊，对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甚至生命这个造成危害。这是温州市前几年遭受台风侵袭时拍摄的画面，因为遭遇持续大暴雨，海水倒灌，造成市区严重内涝，积水严重，交通一度中断。一场台风暴露出温州管道老化、排水系统不畅、管理滞后等一系列问题。面对严峻的防汛防台形势，2009年温州市成立了排水公司，将防汛重点放在了防止内涝积水。年初在入汛之前已经做了准备，包括前几年的一些工作，有信心啊去应对这样一场这个防汛的这个准备工作。郑春华介绍说，排水公司成立后，采取管理养护分开的方式，将疏通业务推向市场化，通过规范化疏通，使排水管网原有的排水能力得到了有效恢复，对全市6米及6米以上道路地下排水管网进行普查，并依托普查数据建立了排水电子数据平台。那么有了这个数据以后，我建立了这个地理 GIS 系统，井里面呢我们又装了一些在线监控的远程监控的水位仪，还有公安局的全球源这个监控仪，还有这个我们泵站的自动化数据存管，这个排水案卷处置系统，还有一个移动指挥系统，这6大功能我现在全部整合到我这个调度中心。为了实时掌握地下管网的排水状况，排水公司在全市溢涝点管井内安装了168只远程监控水位仪，通过排水调度中心电子数据平台，能够实时监测到管井内的水位变化。你们今天来主要是检查什么样的内容啊？一个，第一，我们先要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防电落网是否正常，因为这个在汛期当中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人身的安全是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保障。第二个，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水位仪系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观察，那么对我们整个防汛期间，对我们下川铁路一个保障它不积水，那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郑春华介绍说，数字排水系统的应用使得温州市城区防洪排涝指挥决策更加迅速、更加科学。排水管网嘛，埋在地下又破又烂又臭的，但是我们想还是把它变成看得见、摸得着、能指挥得动的这么一张网，减少了人员力量，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提高这个科学防汛的这么一种要求去做。对于地势较低、容易积水的地点，排水指挥中心可以借助公安全球眼电子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地面的积水情况，并将相关数据提供公安交管部门，再通过设置在交通要道边的电子大屏发布实时水位信息，提醒过往车辆，防止车辆被淹。如果遇到极端天气，随时根据水情启动应急排水方案。泵的能力基础之上，再加了我们排水公司自己的一个防汛设备，就是你们都能看得到的一个防汛电源泵车，那么在这个双重的保护之下，
确保这个铁路桥安全运行。李正杰告诉记者，像这样的应急排涝泵车公司有57辆，总应急强排能力达到每小时2.85万立方米，强排能力位于浙江省前列。他对今年的防汛工作充满信心。像什么特大灾难，这我们没办法，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只要是预警，我们是不能让这些铁路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我们排水公司的使命。除了解决城市内涝积水的问题，如何预防山区半山区的自然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是温州防汛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山区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全市的隐患点有1578处，还有138条的小流域，所以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隐患点跟小流域，防止这个地质灾害以及我们山洪爆发，这个难度也是非常的大的。那么一旦汛情严重，发生洪涝灾害，居住在山区的居民是否知道该如何撤离，如何处置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村民防汛备汛的情况，记者对部分村庄进行了调查。避险啊，这情况的时候你们怎么逃生，怎么去哪儿避转移，知道吗？这有人打这地方到那个避灾点嘛。避灾点？对。哦，线路你们知道是吧？你们找谁？谁是你们负责人？知道找谁吗？啊，对，知道吗？有这条来的，他们都外过来的嘛。也是那边的过来。那个人行教导也过来，我们村里的干部也过来。在永嘉县外山村，每户村民都收到了这样一套防洪紧急避险资料和一张明白卡。明白卡上标注了紧急联络人、避灾地点等信息。一张全村紧急疏散逃生线路图张贴在村口的宣传栏内，并且对转移信号发布的内容、转移点以及具体责任人的名单进行了公布。有个这张明白卡能解决什么问题啊？那就知道了吧，谁是那个村的干部啊，谁最初的干部都知道了。由于温州民营企业众多，许多企业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村中，这里外来务工人员较多，他们居住相对比较集中，居住条件也有限，往往这里是防汛工作的薄弱环节。在温州下辖的乐清市湖上坳村，在村口竖起了公告牌，将全村防汛防台隐患薄弱环节进行了标注，并将全村按照网格进行了划分，并且明确了网格责任人。那么紧急情况发生，村民是否真的清楚如何撤离呢？如果一旦有了这个洪水了哈，这个刮台风有洪水了，你知不知道该去哪儿去避险呢？他们都会告诉我们去一些地方。是吗？就是比如说那边不是有一栋吗？对，他会告诉我们去那边的。跟你们之前讲过吗？讲过。跟你们说过是吧？每次都讲。有了清晰的撤离线路，明确了安置地点，村民能做到遇事不慌，心中有数，对于基层防汛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好处就是说我们呢能够明明白白的提前告知啊民众是哪一块是我们的危险区域，那么台风来了之后，暴雨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往常我们落实责任制，村级落实到这个村长书记这个层面，今年我们每个村都落实了这个防汛的网格责任制。所以我们今年在汛前也对我们18200多名的这网格责任人发出的入汛的这个预告通知短信发给他们啊，提醒他们要这个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总体上来讲，我们整个的今年的这个防汛工作都是这个围绕更加深入基层，围绕我们更加的这个能够应对我们不利形势的这么一个方向进行努力。过去4天，我们调查了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地水利设施的防汛准备情况，从水库垃圾治理到农村山塘整治，在防汛一线的走访，让我们看到了各种努力和行动。看护水库23年的老村民，连续20多天清理垃圾的水库工作人员，热切期待改革的基层水利工作者，坚守在防汛第一线，他们每个人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承受着不同的压力，需要完成着不同的目标，也面临着不同的难处和困惑。他们的酸甜苦辣无形当中传递出了很多信号，折射出防汛体系和水利管理中需要改革和创新的方向。防汛
无小事，做好防汛工作需要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面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更需要大胆创新锐意改革的勇气和智慧，不断完善防汛管理机制。全国汛期已经到来了，接下来的风雨考验中，希望每个人和每座山塘水库都能平安地度过。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